参加这次训练的唐山舰、齐齐哈尔舰、定州舰、牡丹江舰均是刚入列不久的新型战舰。为了检验舰艇作战性能和官兵协同配合能力，编队各舰一路航行，一路战斗。准备主炮，对岸射击。接到命令后，各舰迅速调整航向航速，进行主炮预先准备，加强警戒搜索。有支援，炮舰长，接到我。主炮号手依据目标信息迅速装定射击参数，开始射击。报报。唐山舰击中目标后，其他舰也对目标进行了自主攻击。作为刚入列不久的新型舰艇，我们通过组织带作战背景的课题训练、实战化训练和应急处置训练，有效提升了舰指挥员作战指挥能力和特情处置能力。岸上威胁解除后，编队向下一个训练海区航渡。航行途中正好遭遇一股强冷空气，气温骤降，但官兵的练兵热情丝毫不减。稍当不止，目标就是发区指挥发射发射。官兵迅速展开导弹模拟攻击，击中来袭目标。这次训练连续数昼夜，在航行过程中临机设置舰艇起火、人员落水等险情特情，对联合搜救、临检拿捕、反恐反海盗等十多个科目进行专攻精练。此次编队训练全程以信息对抗为背景，调动众多训练资源，指控、通信、情报、机要与各无备系统密切协同，保证舰艇在任何时候都能看得见、连得上、打得准，检验了舰艇编队前期训练之效，打牢了海上持续作战能力基础。